这里的东西很贵呀，我看咱们得省着点花。哎，找钱花太容易了，跟我来。哎，来吧，客官，来来来啊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坐啊。哎，坐啊坐。哎，两位客官想吃点什么？小店今天有活鲍鱼啊。鲍鱼？是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卖？鲍鱼是海产，青天可口，很便宜，一只三两银子。三两银子？是啊。哎，没钱您就别来呀。嘿嘿，乡下来的怎么？三两银子。两位，你们要不要尝尝啊？ 我最近的肠胃不太好，有没有清淡一点的？有。我们这家小店除了山珍海味之外，还有适合两位口味的广东炒菜。阿九，哎，冲壶普洱茶来。是。加点菊花啊。马上来。 这位一定是老板娘，麻烦你帮我们点两个好吃的菜。好啊，啊，两位客官不像是此地人，有没有找到地方住啊？我们小店的客房不错啊，不如吃完了饭，二位就住这儿吧。老板娘，你说的一点也不错，他们两个不是本地人，他们是两只外地来的野狗，用不着给他们找地方睡觉。 给他们两张烂席子就行了。哎，要两张烂席子干什么用啊，兄弟？给他们裹尸用的。因为狗死了就可以包起来扔了。<笑>我以为北方有疯狗，原来广东也有这么多疯狗下轿。难怪广东人这么喜欢吃狗肉，省得疯狗到处乱吼乱叫。嗯，你们死到临头还他妈嘴硬，我们陕西武狂闯荡江湖，谁不给我面子？你们到我们的地盘，招呼都不打一声。 这小子简直太狂了，居然说没听过我们的大名，还叫我们回乡下捡牛粪。上次已经给你机会改过自新，想不到你还不知死活。我告诉过你不要对这群狗太客气，现在还敢追着咬我们，把他们的牙都拔了，叫他们以后每天只能喝粥。好，今天不杀了你们，我们从此就退出江湖。上！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从此就退出江湖，走。走了。
两位少侠果然武艺高强，今天小店真是多亏了你们。老板娘，千万不要这么说。今天这件事全都是由于我们两个引起来的，还打来了你这么多东西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陕西武狂平时在这里无恶不作，广东的武林人士一直想教训他们。 不过他们武艺高强，今天呀多谢你们帮我们出了这口气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啊，对了，还没有请教两位的尊姓大名。在下奥龙，他是我师弟黄如虎。啊，原来是龙兄虎弟呀。好，我来敬你们一杯。啊。嗯，好酒，老板娘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啊，这是最出名的女儿红，喜欢就多喝两杯。 嗯，想不到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酒。你们两位来得正好，下个月这里举行广东武林大会，我们兴隆客栈负责招待武林人士，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好酒哦。师弟，嗯，今天高兴，喝个痛快。 来来来，干了他！干！哎，好，再来。好好好。今日有幸认识两位，我李四娘再敬你们一杯。好，来，嗯，好酒。 山庄，缥缈山庄已经没有了，现在改了叫玉女山庄。你们去找谁？对了，四娘，这么大的客栈，怎么不见男主人呢？他在哪里？根本就没有男主人。不过，现在找到了一个，不知道他肯不肯。 你的意思，那个男主人就是我了？不是你是谁呀？不过，我等另一个男人，都快20年了。他是谁？一个又出名又受人敬仰的大侠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不用找，他自己会送上门的。 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我看我应该走了。不要吃醋嘛，这么难得让我先遇上你，怎么能轻易放你走？慢慢你就知道对你的重要了。 你的小兵为什么不过河呀？齐大侠，我要兵对兵，将对将。嗯，高进啊，爹，吃他的马呀！你懂什么胡说八道？如果我的炮吃了他的马，就会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，知道吗？哦，哈哈，看来这盘棋是打和了。啊？这就合了，哎。
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哎，为什么还不见小青呢？他进来功夫怎么样？哦，我已经叫人去找他了，如果他知道你来一定会缠着你的。你真是太客气了，我这个侄女儿有你指点她就行了。啊，对了，下个月广东罗浮山武林大会，你带小青一块儿去吧。这几年我东奔西跑都没空来看她。齐大侠为武林同道请命是我们的福气，我看今年大会主持非您莫属了。哎，如果杨夫人肯做，哪里轮到老夫啊。前辈真是太谦虚了。杨夫人，我有点事，就此告辞了，不用送了。麻烦你代我问候杨庄主。谢谢。留步。请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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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田鸡给我玩。我哪有田鸡呀？想玩田鸡，叫你爹去抓一只。娘，娘，好，死鬼！你在这玩？嗯。哎呦！哎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吃东西，每天没事做就想着玩鸡，又不是小孩子。是我没事情做，不玩鸡玩什么？玉女说那我没。你这个家伙，从明天开始每天跟我练剑，做个真正的大侠。好，我全听你的，行了吧？让你死个明白！被你杀死的奥霸就是我大哥，我要拿你的人头来祭我大哥。哦，原来你是来报仇的。你说的对，你大哥想称霸武林，杀死了我爹，抢走了我娘，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，我应不应该报仇？喂喂，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谁不知道你大哥该死，老是想独霸武林，我师姐杀了他，武林人士都求之不得呢。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你身为武林中人，为什么不守武林规矩？什么规矩？不是有仇报仇吗？哼，武林新规矩，乡巴佬。对。自从齐大侠当了盟主之后，已经立了新规矩，凡有私怨，一定要在武林大会上当众解决。不错。这到底是什么规矩啊？我管他什么规矩，今天，哼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，受死了！师兄，恐怕这件事有点误会，我看我们先回去查清楚再说吧。喂，你师弟说的有道理啊，不
明白问问人嘛，跑到这儿来说报仇报仇，你报什么仇啊？老婆对对，臭小子，这么多话，我切了你的舌头让你变哑巴。总之我答应你，在武林大会上我会还你公道。要打？你说得好听，到时候你不去怎么办呢？我先杀了你，我千里迢迢从长白山来报仇，你说两句我就走了，想得美。我们还是先回去吧，亮他们也跑不了，反正你也等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那一个月。他妈的，你是帮我的是帮他？好，再给你一个月准备后事，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就杀了你的全家，铲平玉女山庄。我们走，走。哎，你快走啊，不送了啊！报仇报仇报什么仇啊，回家抱孩子去吧。好了，行吧。老老婆，这回麻烦了。喂，真没想到奥巴原来还有个弟弟啊，那小子说不定还会把一家子都搬了呀。坏了，小青，你猜他有没有大姨妈？洋葱头，人家是来报仇的，不是来相亲的，别胡说，认真点行不行啊？我这样子像是开玩笑的吗？嗯，现在由不得我们，还是见机行事吧。我看先下手为强，干掉他们算了。也不好，这样吧，我们干脆送他们点银子，把他们打发走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快拿银子去，快去！你当他是要饭的，给点钱就行了。那当然了，你呀、啊，好了好了，干好本事，不要烦了，我来想办法。都是你惹麻烦。为什么不凶我杀他们？师兄，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你大哥是被人家害死的。人家刚才说的也对呀，会在武林大会上给你个公道。我们俩像兄弟一样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如果你杀了人，你会承认吗？你一定是被他们给迷住了，搞得头昏眼花。刚才你看那个女的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差点魂都没了。谁说的？你刚刚出来闯荡江湖，什么都不懂，很容易被人骗的。你是被那个女人给迷住了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只要自己有本事就可以呼风唤雨，荣华富贵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们猎物的人不可以儿女情长，别忘了我们是来报仇的，你知道吗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话，那跟陕西五狂那几个人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我觉得应该先查清楚。没出息，真是牛皮灯笼怎么点都点不亮。好吧，随你的便，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，我先走了。生什么气呀、啊？自古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我要是喜欢一个人呢，我就会帮他的。何况你师弟他还年轻，别生他的气了。我是气师弟不帮着我，有谁还能帮我？有我啊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叫我做什么都行。有些事你想帮也帮不上。你这个人呢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你不说出来我怎么帮你啊？说来听听。我要报仇雪恨，称霸武林，唯我独尊。我知道以你的武功想报仇雪恨是不难，但是如果你要想雄霸武林，就要用点心思了。嗯，用点心思。我出计你动手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可以智取，什么人可以力敌。只要我们两个合作，天下就是我和你的了。错，不是你和我的，应该是我和你的。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我女儿什么病？令千金是出疹子引起发烧，
这个病可大可小，要好好照顾他。我给他开了药方，拿去抓两剂药就行了。谢谢你，大夫，慢走。找到老爷没有？还没找到，夫人。小青，我想明天你不用陪我去武林大会了，你留在山庄帮我照顾阿花。有杨冲看着阿花就行了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阿冲那么大了还不定性，现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，我怎么放心叫他陪阿花呢？既然这样你也不要去了，那个奥龙不讲理，他大哥怎么死的武林的人都知道，让他去瞎闹好了。那个人很阴险，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你还是别去的好。话虽然不错，可我答应过他，如果我不去会很没面子的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不用再说了，为公为私我都要去一趟，不要让人家看小了我们玉女山庄。你猜你老公让不让你去啊？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他不会不让我去的。那你千万要小心哦。你不用担心，没什么事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嗯。嗨，老婆，你真的要抛夫弃女啊？你可真是太不像话了。你说什么呀？我是去武林大会，又不是一去不回。我知道你去武林大会，我是怕你把命留在那里啊，剩下我一个人。孤苦伶仃的，无依无靠，还带着这么个女儿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放心好了，我这次去不比武，是去讲道理。就算动手，你也知道我的玉女剑法呀。好，你喜欢讲道理，那我就跟你讲道理。女儿生病你不管，好，算了。你是我老婆，一天到晚舞刀弄剑呢，也算了。以前环境不好，现在好了，对吧？就应该安安分分的在家相夫教子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算了。喂，如果我有那种需要什么的，你又不在我身边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可以安慰我自己。难道你真的这么狠心呢，老婆？别去了。我去几天就回来，而且有小青陪你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万一我要是跟小青有了什么的话呢，你可别瞒着我啊。不行。嗯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参加完这次武林大会就退出江湖。在家里好好陪你，这你开心了吧？开心。别说了，睡吧。反正说来说去你是非去不可，是不是？你喜欢去就去吧。你去哪儿？逛街。夫人，你认得我们吗？究竟什么事？当年华山论剑，我师父周伯通拜在你的玉女剑下，我从云南远道而来，就是要报这一剑之仇。当年是公平比武，各路英雄都在场。废话少说，除非你打赢我们兄弟几个。我今天要去广东武林盛会，有机会再跟你们比。想走，看招！杨夫人，小弟不知量力，请见谅。各位兄弟不必客气，有机会再领教你的玉女剑法，小弟甘拜下风。我们几个不是他的对手啊。
代我问候周大侠，有机会我去华山拜访。告辞。告辞。今天客人不少啊，这次要广交朋友。别来是廖掌门呐。啊，吕四娘。别来无恙吧？托你的福啊。哎，廖掌门，我来给你介绍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。啊，这位是奥龙，这位是黄乌虎。啊，幸会幸会幸会。不知道二位是哪一门派的高足啊？我们从关外来，家师一直隐居，所以我们无门无派。啊，失敬失敬。原来你们是世外高人的门生啊。鄙人在广东也颇有名气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在一块儿喝一杯吧。好，好。廖掌门，请你帮我招呼一下他们，我就来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两位请，请，请，请。谢谢啊，看来块大的会赢。如无意外的话。你输了啊！赢了拿钱。哎哎，不算啊，这小子在这儿瞎起哄，是不是你那人呢？那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是不是你知道慧珠故意找人作假骗人啊？骗人，我欺人从不骗人。哼，赌大点，用左手。啊，你小子这不是找死吗？我们这大块头掰腕子从来就没输过，这可是你送银子给我们，咱们先说明白了，这回你输了可不能再耍赖了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我也加一份。来来来来，这小子是谁呀？哦，他是齐天圣的儿子，仗着自己会点功夫，就什么人都瞧不起。大家不要吵，这事怎么说怪他呢？你们说他骗人，秦少爷是为了清白才动手打他的，你们看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是他自找的，你们都看见了。哎，你还比不比啊？就是啊，你还比不比啊？啊，不比可就算你输了啊！比就输了，我怕了，钱可归我们了。哎，对，拿走。来吧，来不来就输了。哎，你来呀！好，预备，开始！大块头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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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靠你了！加油！这招行，那当然。我赢了！我赢了！哦，哎，阁下贵姓啊？啊，在下奥龙，他是我师弟黄如虎。哦，是。两位一定是来参加武林大会的。是是。哎，我爹是主持啊，两位有什么事啊，找我就行了。好啊，来了。两位了。哎，我给你引荐位朋友，来。好好。这位是玉女山庄的杨夫人。啊，久仰久仰。你爹在哪儿啊？哦，我爹在楼上休息呢。啊，杨夫人，你来了。廖掌门在等你们喝酒呢，快去啊。好啊，请。请。奥龙搞什么鬼？装不认识我。杨夫人，杨夫人。啊，大师，你也来了。杨夫人好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大师，好久没见，我一直惦记着你。嗯。我们这边坐。好。看你心事重重，府上一切都好吧？大师，你察言观色，真是能人所不能。来十个热馒头。在下的确有心事。大师，你还记得北狂奥霸吗？当然记得。原来他有个弟弟叫奥龙，上个月来找我报仇。
你不用担心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对了，杨冲最近怎么样？还游手好闲吗？你也知道，他反对我过问江湖上的事。我来之前已经答应他，武林大会之后正式退出江湖。阿弥陀佛，杨夫人能够抛开世俗名利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。以后在山庄相夫教女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，不问世事。贫僧在此祝你50年不变呢。为什么只有50年？我也不知道，最近每个人都这样说。武林朋友，一年一度的广东武林大会开始了。我们大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武林中人争权夺利、谋财害命，或因门户偏见彼此争斗。广东武林人士有任何事都要等到今天做个了断，如果不遵守这个规矩，不管是谁都是广东武林的公敌。承蒙各位错爱，拥护我做大会主持，在下自当尽全力为各位解决纷争。哪位有麻烦需要解决的，请上台吧。齐施主，请坐。请。齐主持，我是佛山宝芝林的黄飞鸿，广州沙河派的人老去我们佛山惹事，搞得我们日夜不得安宁。那沙河派的人呢？已经畏罪潜逃。沙河派的行为实在过分。何掌门啊，请通知各路朋友缉拿沙河派的负责人。好，多谢主持。齐主持，我是潮州帮的魏云云。魏云，大师，这什么姓？百家姓里没这一姓啊，我得查查。魏云云，你有什么事啊？齐主持啊，一位知名人士他欺负我，现在提起来我就怕。哎，一定是为了昨天替人打的那件事。这回啊，有戏看了。是啊。什么人那么凶啊？他就是。我师弟冯仁超。哎，不是找气人的，奇怪。冯仁超，他人在哪里？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嗯，哼，你们师兄弟有什么过节呀？他偷了我一只鸡。你还抢了我一只鸭子呢。哼哼，你不应该偷我的鸡，你也不应该抢我的鸭子呀。是你的鸭子叫我抢他的，也是你的鸡叫我偷他的。少啰嗦，到了中武林人士面前我们决斗吧。太不像话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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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啊，一点也不好玩。我们回去吧。齐主持，我是中山十七派的陈建飞，汕头帮的陆文华杀了我爹和我妹妹，求你主持公道。有这种事？罪过，罪过，阿弥陀佛。嘿嘿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是不是想报仇啊？好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哦，要你！哎，我跟你拼了！有本事就来吧！哎，干啊！呸！什么人多管闲事，有种就出来。你真是太不像话了，大言不惭。好，我就教训教训你这种败类。停。这种武林败类
我今天不杀他，只是废了他的武功，逐出武林。大仁大义，善哉善哉。抬他走。是。齐施主，风采如昔呀、啊！过奖过奖。走。齐主持，两位是？在下是长白山傲龙，他是我师弟黄如虎。今天有缘参加广东武林大会，结识了这么多武林朋友，我们师兄弟感到十分的荣幸。我们想留在广东为武林出一份力，不知齐大侠欢不欢迎？两位少侠的事我略有所闻，所谓英雄出少年，两位肯留下来是我们广东武林的福气，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他为什么不提报仇？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请大家回客栈休息，明天继续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快，快，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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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请静一静。各位广东武林朋友，今天是风平浪静的一个平安夜，还有两天大会就圆满结束，我们应该照规矩选出第六届的主持。不用选了，齐大侠德高望重，带领我们大家过了一个太平年景，如果要选的话一定非齐大侠莫属了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是啊，是啊，对对对，除非齐大侠打算离开广东，你们大家说呢？就是嘛，广东这么好，怎么舍得离开呢？如果不好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多北方人来混饭吃了。是吗？多谢各位抬举，但如果大家要一个公平的社会，就应该公开投票，大家请入席吧。正点啊，请便。齐主持，贫僧失陪去吃斋了、啊、今天这么高兴就坐下来一块儿吧。不行啊，出家人戒色戒荤，这种东西不可以。请。来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傻头傻脑东张西望的看什么？还不快点吃、怎么了？嗯，来，别客气啊！哎，狗肉来了，狗肉来了，来！哎呦，狗肉怎么不叫我呀？哎，小二哥，小二哥，拿筷子，上点青菜吧。哎，对不起，大师，这青菜全在狗肉锅里呢。你要吃青菜，锅里拿去吧啊。是啊，不是吗？来来来。
试试啊！对，这青菜跟狗肉那么一煮啊，味道简直太美了！你们看什么看？还不快点吃！大师啊，出家之人不光是为吃斋的，六祖慧能大师以前没斋吃，不也吃狗肉？哎，酒肉穿肠过，哎，这佛祖心中留，人家济公活佛不也一样吃狗肉？说的就是的。哎，看他那几个徒弟，个个骨瘦如柴，营养不足，如果饿死了，那可真是太罪过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吧！哎呀，你们真的想吃吗？将来会有报应的，你们去吧，去吧。过来呀！哎，大师啊，大师，您过。师傅的，师傅的呀，来吧，师傅的，您客气了，太爷，来，拿筷子，拿筷子，真的要吃，吃。哎，阿弥陀佛，济公活佛多多保佑。哎呀，您就别客气，来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哎，好，再来。味道怎么样了？不好酒啊！大师啊，大师既然开了荤，那也不在乎今天开色戒了啊！我已经忍了多年了，千万不要闹出色戒啊！阿弥陀佛，师傅的事，你们慢慢用啊！阿弥陀佛，老板娘可真客气啊！师傅，什么事啊？多事。大师哥。小师妹。修道多年，你觉不觉得很闷呢？哎，坐吧，坐啊。闷是有点闷，不过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一切都是佛祖安排的。啊，这我全明白。可是人有生理上的需要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些苦恼的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少林有一种特别的功夫，叫做自助。每个出家人都要练的，你们是怎么解决的？我不告诉你，叫你心痒痒。你说嘛？哎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昨天赌钱把人打伤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对，我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为什么一点分寸也没有呢？哎呀！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玄刚宝典的心法传给你吗？就是因为你心气浮躁，我硬叫你学呢，怕你走火入魔呀。那什么时候才学？铁自有分寸，到你修心养性的时候，我自然会传授给你。出去吧。是，爹。等等。哎，又什么事啊？你一定要记住，你是齐天圣的儿子。千万不要再闯祸，给爹丢脸。是爹。齐大侠还没有休息啊？啊，是四娘啊。你找我有事啊？齐大侠。今天辛苦你了，有什么地方招呼不到的，请原谅；或者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呢，尽管说好了。不敢麻烦了，有事我叫小二做了。齐大侠。以你的身份，应该有个人伺候你才是。况且，有些事是小二力所不及的。
我是个男人，做一个男人难，做一个成功的男人更难。你的好意我心里很，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容易被人家说闲话。你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那好吧，我替你收拾一下。哎，不用了。记不记得20年前你杀了一个人叫李良志，他是我爹。李良志他是罪有应得，不过我杀了他之后并没有逮捕你们一家人，是我出钱送你们回乡下的。想不到谁呀？黄如虎。杨夫人，你好。黄少侠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师兄叫我来的，他大哥的死已经查清楚了，是罪有应得，上次的事请你原谅。难得他深明大义，我不会跟他计较的。既然我们之间的事解决了，我可以赶回山庄了。时候已经不早了，不如明天再走吧。哦，因为我女儿病了，我想早点回去。不知道李主持休息了没有，我想跟他道别。啊，我去帮你看一看啊。谢谢。齐主持不在房里，那我不等他了。麻烦你替我和他说一声。我送你一程吧。不用客气了。啊，应该的。谢谢。刚才在客栈你来找我，为什么要带着剑？啊，练武之人剑不离手。黄少侠，不用送了，回去吧。不要紧，反正我也睡不着。杨夫人，上次在山庄见的那个女子，她怎么没来呀？哦，你是说小青，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。哦，你喜欢她？哦，不是，不是。小青是个好女子。嗯。不过下个月要嫁人了。嫁人？嫁给谁呀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你又不认识她。我骗你的，你有空来山庄看看她吧。是谁把我爹杀了？是谁干的？齐少爷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要节哀顺变，不要太伤心了。齐老英雄德高望重，武艺超群，一般人是进不了他身的。我们要看看齐老英雄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说不定有什么线索，知道是谁干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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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查什么？我看齐主持是中箭而亡的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。
应该是玉女山庄杨夫人的玉女剑法啊。竹通大师见多识广，请大师做个见证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大师大师，请您看看吧。见证见证。的确是玉女剑法。玉女剑法，好，大家不要吵，我可以保证杨夫人绝不会做这种事的。杨夫人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呀！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静一静。杨夫人怎么不见了？杨夫人呢？大家听我说，杨夫人和齐老英雄是好朋友，杨夫人绝不会这样做的，大家不要乱说啊。大师也说是玉女剑法，就应该不会错。杨夫人现在无故失踪，不会做贼心虚吧？昨天晚上我看见杨夫人进了老英雄的房，接着就发现老英雄出了事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一定是杨夫人干的。没错，我爹一身光明磊落，杨夫人一定为了想做主持而下此毒手。各位朋友，我们要马上杀到玉女山庄替我爹报仇。大家听我说，这件事情一定另有内情，你们应该先查清楚喽。不用查了，事实俱在，我们不能容忍败类逍遥法外。现在一块杀上玉女山庄，走走。奥龙，请留步，老衲有事要跟你说。大师，什么事？你为什么陷害杨夫人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齐老英雄的死与你一定有关，你瞒得过人，瞒不过我。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？哼，你的底细我最清楚，尸首是你发现的，认出玉女剑法的又是你，你这明明是遗失嫁祸。哈哈哈，是我又怎么样？太迟了。糟了，他们全中计了，我要赶去玉女山庄。休想！干啥？还是你行啊，一出手就摆平了，这次我终于可以报仇了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有好多人你要对付的，现在不止杨夫人失了踪，你师弟也不见了。不见了，可能跟那个贱人走了，走了更好，省得我还要动手对付他。如果他知道是你和我主谋，一定会生气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事的，大不了连他一块干掉。只要你练成玄罡神功，就算如来佛祖在时也奈何不了我们。齐少侠，你带这么多武林朋友来玉女山庄，不知道有什么事？不要再装了，为什么杀我爹？啊，齐大侠死了。喂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是我师姐杀死齐大侠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想抵赖？是奥大侠和朱仝大师，他们认出你用玉女剑法杀死了我爹，他们可以作证。你以为杀了齐老英雄就可以主持武林大会了吗？你简直是妄想。齐大侠惨遭毒手，我也很难过，但是他的死的确与我无关。奥龙同在下有私怨，想不到他会用这么下流的手段来害我，你们大家千万不要被他利用啊。住口！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哼，除了你会使玉女剑法还有谁呢？再说奥大侠在武林大会上说过，他初到广东，你分明在狡辩。你懂玉女剑法吗？请你们好好想一想，凡是中箭死的，就说是玉女剑法，那我师姐岂不是忙死了？我不跟你废话，今天我要替爹报仇。各位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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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
我没事，这女的功夫真厉害，吃什么长大的？哎呦，你们中计了啊！喂，黄如虎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被我师兄骗了，杀死齐老前辈的凶手是我师兄，是他。你可不能乱说话，这件事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你千万不要冤枉好人。吕四娘和我师兄串通杀死齐大侠，嫁祸给杨夫人，朱通大师发现了师兄的阴谋，已经惨遭毒手，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，所以我特地赶来告知真相，我是他师弟，这次也帮不了他。我们差点怪错人。是啊，我说你不信，人家说你就信啊，没脑子。哎，其实我也觉得这件事不大对劲啊。嗯，别吹了。妈的，我干什么呀你？干什么？又要来了？哎呀，说神是你，说鬼也是你，叫我们来山庄打架的还是你，结果搞得乱七八糟的。杨夫人，等我们回去查清楚这件事之后，改日再来山庄向你赔罪。既然大家都明白了，就算了。我知道你们是被人利用，没什么。那我们告辞了。请。喂，黄少侠。哎，他怎么样？师姐，他伤得很重。啊，快扶他进房。奥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原来真是你杀了我爹，还抢走我家传秘籍。今天我要你血债血还！小子，自不量力！没你本事，我不会功夫，也不会替人疗伤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你发什么酒疯啊？才两杯下肚就胡说八道了。如果能有人对我这么体贴，我就不会这么惨喽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人家好心帮我解围，我替他疗伤，我这样做也是应该的吗？嗯，应该。你们摸手又摸脚，又搂又抱的，这叫做应该啊？我记得上一次被你打得直吐血，你就拿了块破膏药给我贴了七天，弄得皮都破了，捂得直流脓，你还说不要紧呢、啊？要不是这两个王八蛋来这儿捣乱，我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装修房子了。我看他这么帮我们，不像是坏人呢。哦，坏人？难道坏人会把坏人这两个字写在他脑门上啊？那我是好人，是不是应该写在我胸口上？好了好了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等他伤好了，我就叫他走，你别吃醋了。我不吃醋，我喝酒。哼，少喝点，睡吧。又吃醋了又。玄刚宝典。
好啊！啊，有事拍拍屁股就走了。我这么胖，怎么跑得动啊？一定会被人砍死的。这小子哪儿来的？功夫不错嘛。嗯，我看啊，这次麻烦大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知道怎么办啊？嗯，反正得想个办法摆平他。哎，我真是不明白啊！明明是广东武林大会啊，怎么来了个北方乡巴佬？哎，你们说这怎么办？来了，我们不跟北方人来往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对，我们得想个办法，找个人来收拾他。杨夫人肯帮咱们收拾他，那就好了。可是又得罪了他。哼，你们诚意不够，不叩头，娘不送礼。去你妈的！二宝，闭嘴！妈的，讨厌！哎，也不一定非得找杨夫人嘛。有没有别人？嗯，是啊，什么人？那还有什么人呢？就是啊，还有想想吧。是啊，还有什么人？有我。乡巴佬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好的不灵，坏的灵，这回糟了。呀！王大侠，求求你不要杀我呀！我有七十儿女呀、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！我求求你了！原来你们广东人这么怕死啊！哎，你错了，我不是广东人，我是山东人。哎，你的鞋脏了，呸！我帮你擦擦。看你这德行也不像山东人。杀了你喂狗，等你投胎再来做山东人吧。你还敢耍花招，送你上西天。叫我乡巴佬，我把你们全给烧了。我的幽情剑不错吧？看看我的玉女剑。好了，我们歇会儿吧。你的伤已经好了，有什么打算？人真奇怪，你们师兄两个性情完全不一样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不能全怪我师兄。如果没有吕四娘这个人在中间搞鬼，她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看你对她多好，可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很多事不像你想的那样。你不是喜欢小青吗？你怎么不对她表示表示呢？我是对她有意思，可能她觉得我配不上她。不会吧，你为了救她而受伤，这一点她是知道的。不过感情的事不能一厢情愿，慢慢来吧。啊，嗯，光听话儿之下就这么亲热，没到了晚上那还得了？去往死里。嘿，你在干什么？学织毛衣啊？绿色不大好。什么呀，不像件衣服吗？本来就不是衣服，是帽子。啊，帽子？你的头有这么大吗？干嘛是这么大帽子？我量好了，由头戴到脚正合适。你抽什么风啊？又喝酒了，胡说八道。你别以为我胡说八道，我现在说的话没有一句你喜欢听。我和阿虎是清白的，你对你老婆有点信心好不好？过两天找个机会。这么快就着了？今天你们来有什么事吗？杨夫人，你一定要帮帮我们，我们被那乡巴佬打得好惨呐。杨夫人，还有竹通大师和三大掌门都被他打死了。嗯，杨夫人，这事你一定要主持公道，用你的玉女剑法在那王八蛋身上扎几个洞，放干他的血，让他知道厉害。大家不要吵，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过不能操之过急，傲龙不好对付，我们要从长计议。杨夫人，
上次骚扰山庄的事你还记恨在心是吧？是啊，上一次是误会，希望杨夫人以大局为重，不要跟我们计较了。是啊，杨夫人，你害怕了，想做缩头乌龟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别吵了好不好？我想你们全误会了，杨夫人绝不是那种人。小金，各位前辈，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杨夫人为什么不肯出手呢？我为父报仇，杀了奥爸；奥龙为大哥报仇，弄得这里鸡犬不宁。冤冤相报，何时了呢？这件事，让我好好想想再说吧。可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你不去找奥龙，他也会上门找你。是啊，是啊，说的对，早晚一定要杀了他。杨夫人，小青的话有道理。你也赞成我对付奥龙？师兄的为人我最清楚，他是死有余辜。不过，要对付一个武林败类，还有其他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是啊，你说什么办法？是啊，你说什么办法？废了他的武功，让他做一个普通人。那怎么行？便宜他了吗？是啊，你是在他的身体里，当然帮着他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便宜了他，一定要杀了他。对对，不能便宜了他，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。对，非杀了他不可。杀了！不要吵，大家静一静，先静一静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想出更好的办法答复你们。好，我们也等你消息了。好了，走吧走吧。阿花，去找爹玩吧，叫爹教你写字啊。啊，去吧。出去把门关上。嗯，别乱跑啊。找到没有？没有。杨夫人，你有没有看见他？女儿也不见了。山庄都找遍了，也没有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紧张？阿冲他不见了。不见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你打他啦？都是我不好，杨庄主误会我和杨夫人有染。有染？阿冲这个人太小气，女儿都这么大了，夫妻这么多年，我连男人都很少见，他以为我和阿虎好，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走了。我们等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大家分头去找吧。这事因我而起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当面和他解释。哎呦，快走吧孩子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爹，我好累，想回家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回去可就没命了。哎呀，你骗我，我娘的功夫那么好，谁敢欺负我们？你娘把你爹给骗惨了，你知道吗？想不到你爹我一世英名竟然栽了个大跟头。你摔着没呀？哎呀，你小孩子不会明白了，你长大了以后千万别再舞刀弄剑的了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漂漂亮亮的找个好婆家就行了。我长得漂亮吗？漂亮，你长得漂亮极了。那我饿怎么办啊？吃鸡腿吗？啊，哪有鸡腿？听说啊，庄主带着女儿走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，找也找不着。找到了没有？没有。夫人回来了没有？也没有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不得了了，出事了，不得了了。喂，什么事啊？不得了了，老爷被人抓走了。抓走了？是啊。知不知道谁抓的？现在在哪里？
我看见有人抓了老爷，朝着紫金村那边去了。我马上去救他们，待会夫人回来，叫他等我。邢伯老，我警告你，聪明的话就立刻放了我，你自己滚回老家去，要不然我老婆来了，那时候你的小命可就保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傻小子，抓你来正是想让你老婆来救你，你明不明白？哈，我老婆她正想杀我，她不会来救我的。喂，你快点去玉女山庄找她吧，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你老婆为什么要杀你啊？啊，我胡说你也相信？猪脑！哼，我拿鸡腿把你嘴给塞上，看你还胡不胡说。我正饿着呢。你快塞呀、啊！明说拿鸡腿塞我，你干嘛不塞？我也胡说呢，猪脑。臭小子，走着瞧。等我自己解开了绳子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爹，你怎么样啊？爹没事，用不着怕。用炮就吓唬我，哎，姓龙的，你知不知道这方圆百里之内的人怎么称呼我？说出来吓死你！阿花，告诉他，小虾米，那是你舅舅。哎，你站稳了，我乃是情场大炮是也，小小鞭炮何足道哉？呵。他吓晕了，哼，吹牛，等他醒了再收拾他。大哥，你是大炮，我是小钢炮。喂喂喂，别出声，是我。小青，原来是你啊！嗨，还是你对我好。那个女人不守妇道，还想找人干了我。好在我聪明跑得快，不然我早就死了。阿姨，我好怕，那个人好凶啊！杨冲，你误会师姐了。其实阿虎留在山庄，只不过是想接近我。你可不要以为是你老婆对不起你。啊，什么接近你？原来是这样，我错怪我老婆了。哎呀，快点别说话了，你先把我放了吧。 快点，你呀回去要向师姐赔罪才行。孩子，今天不杀你，以你的功夫想救人，下辈子吧。哼，叫松龙儿明日午时到客栈来，如果不来，等着收尸吧。小青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不会出事吧？再等一会儿，还不回来的话，我们再出去找他。哦。小青，师姐怎么样？找到他们没有？杨大哥和阿花被傲龙抓住了。傲龙？就是我师兄。我发现他们在兴隆客栈想救他们，可是被傲龙发觉了。我跟他打了起来，他的功夫很厉害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是他放我走的，他说明日午时到客栈，否则就准备收尸。好，我就跟他来个了断。杨夫人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？我怕我们全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
我们也要闯。我今天就杀了你！你到广东无法无天，滥杀无辜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你想得美！我叫你们今天一块死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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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们做饭吗？着火了！不要怕，小琪，阿虎，很疼，那别急。
爹救你啊！别怕。别在这儿，别怕。血债血偿，哼！你丈夫和女儿都死了，我送你去找他们吧。小七。